这位先生，我有幸请你跳一支舞。我叫冯时珍，是新来的家庭教师。冯小姐，看着有点眼熟啊。冯小姐，太太为什么请你来？你我心知肚明。你都没谈过男朋友，知道如何搞定男人吗？我应该就是最合适的那个人。小心！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既然能让这个冯小姐进门，也能让你永远见不到。你是夏尔的人，不要反被鱼儿拉进水里。都是做戏吧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？局中人散，我记不住一个客人，也想不起一个屋名。